番禺圈又有婚变瓜了。35岁女星詹子晴丫头和老公王维立结婚3年多，近日被曝夫妻俩感情亮起红灯，已经秘密分居了一段时间。据台媒称，詹子晴和老公感情生变的原因或许和生意相关。此前，詹子晴和其他合伙人一起经营的连锁奶茶店内部出现经营危机，生意受挫。詹子晴10几岁进入娱乐圈，边赶通告边做生意，靠实力赚了千万，但这几年他不太顺利。而自从二人结婚以来，詹子晴大多数提到王维立都是在吐槽他。虽然詹子晴自己赚钱能力强，还是会被男方家人催生。詹子晴明确表示过暂时没有怀孕计划，当初詹子晴结婚的时候和男方签署了新婚协议，还曾被男方要求如果以后有了孩子，那么必须要在美国产子，这让詹子晴非常抗拒，更不想要因为孩子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事业。王维立在很多小